trees and grew tall and they started talking and the stars fell out of the sky and my tears rolled into the ocean and now I'm looking for a reason why you even set my world into motion cause if you're not really here then I don't wanna be either I wanna be next to youBlack and gold, black and gold, black and gold. That it's all just a bunch of matter. Cause if you're not really there, I don't wanna be either. I wanna be next to you. Black and gold, black and gold.美不美？我刚看到他的时候，我有点惊呆了，已经没有美，不止美了，还有一种高贵女王的感觉，真的有这样。今天的发型梳的整个哇，今天的整个舞蹈的编排设计，然后教练的角色跟我的角色，我就是一个女王，是吧？然后教练们就是我的骑士，哎，所以我今天的舞蹈就是要充满的气势跟自信。是的，两位骑士护航。让 Selina 走到最后有一个美丽的蜕变，哇，我们真的非常的棒。我觉得这60天能够坚持下来，我就是要非常感谢这两位教练，海生教练跟龙准教练。当然，第一期没有让您留下来，没有到让自己有很好的成绩，是我绝对是非常的抱歉的。拜拜。但我就是带着对你的这份愧疚，我在后面2、3阶段的时候，我真的非常努力。我相信你昨天看到我，应该也觉得吃惊了。真的是吃惊了。其实，在最开始就是我说我要选择你，就是希望你能是我的学员的时候，我有说过，就是，我是希望能通过你这样的一个女性的角色，让可能更多收看这个节目的女性朋友认识到，哎，其实训练没有想象的这么痛苦，它其实可以用很多游戏啊，很多很好玩的方式去进行。这怎么那么好玩啊？其实训练还是真的蛮痛苦的啦，这也骗不了人。可是我觉得是，我有在里面找到了乐趣，以及真的是无法言语的成就感。然后龙准教练不要说，因为这两个阶段他真的是，我真的是太佩服他了。我觉得他真的是很了不起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每天训练啊，我训练到后期，我其实我自己很有一段时间我很。有点叛逆，每天都很想翘课。那他是怎么做的？他就是用各种方法，我也不知道啊。他就是很有办法，在我要生气到想要踹他的时候，他就让我继续再做一下，这样。就是他就是有这个办法。然后我觉得，教练们很有耐心。其实不仅仅是一个个体教练的一个事情，而是所有人共同努力，改变了Selina心中对于健康和健身的一种观念。来看一下60天前和60天后的Selina有怎样的变化，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。天哪，怎么那么 OK， 当然没有秘密了，没有秘密，我不知道会把体重写出来，哦，真的，对啊，你们有很讶异吗？不是，我瞒了他们多少年啊，我在网络上，我在鼓励是不是？网络上写多少？48嘛，哈。哦，那我告诉大家是这样的，那个52公斤，那是17年前啦。不是，看完这个。好吧，那你们这一期播出，帮我带话题，说 Selina 真实体重曝光，藏了17年的秘密。反正你们都知道了。好。在体重上面原本是55.2公斤，现在变成52公斤，已经掉了3.2公斤了。其实女生因为女性荷尔蒙的关系，所以她的增长肌肉确实会比男生来的不容易，所以这个成绩来说，其实她的分数也增长了非常的多。哇，啊，其实还是一样漂亮，都漂亮，不同的韵味。现在这个感觉更健康，更有自信的感觉。我跟你讲，我以前呢，不敢直接穿那个牵腿裤，哦，我一定要穿一个短裤。我现在短裤，啊，哇，多余的。昨天他是穿背心塔塔，
重点外面的温度已经将近是10度了，天哪，要穿背心爬塔，这完全可以理解说，但为了美，为了秀是不怕的。我爸在冬天永远都穿背心。哎，你爸怎么跟我是一样的？我已经邀他了，我说，哎，不如我们今年冬天一起穿背心，一起穿背心吧。衣服都把袖子剪掉，因为其实60天我有这样的成效，我自己是非常满意，因为我明显的感觉到我身上肌肉的存在跟成长。我刚看这个手背，你是不是要展现袖子？说到肌肉，一定要看一下，看到没有？哎呦呦呦呦呦！哎，是不是练完二头之后连这个袖子都要扔掉了？哎呦呦呦！是蛮变态的，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我的成就感。然后我就在想说，这60天我就可以这样，我想要继续坚持下去，因为我觉得我的体脂肪可以再更少。是，没错。掌声鼓励，我们再次感谢两位教练，谢谢，谢谢 Selina， 谢谢，有请。